What's up？ 今天是我们在芬兰的第五天。那今天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昨天我们去哈士奇农场那边真的太冷了，所以很多人都生病，包含嘟嘟啊、我妹啊，就身体都不是很舒服。所以今天变成是大家都一整天又没出去。然后前几次去超市买来放在冰箱的食物也都还剩很多，所以我们也就都没有出门，大家全部都就是吃冰箱里面的东西。现在的话呢，为什么会在？我现在在厕所，为什么在厕所拍？原因是因为，现在是大概快四点，然后外面整个很暗，因为大家都在休息，只有这边是最明亮的。那今天有另外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凌晨他在今天就会先回台湾了，他提早走一些，因为他在台湾还有工作，然后他的飞机是六点。现在四点了，我一直跟他讲说，我三点半就带你去，这样子你可以在起飞两个小时前就可以在机场 ready。但是呢，他今天就是在临走前想要拍一支影片，他想要采访，就是有破百万订阅的大家，破百万订阅前后的一些感想吧。所以他到现在还在拍，所以我一直在等他，我超紧张，不知道他会不会来得及，因为待会是我要开车过去。虽然这里离机场没有到很远，但应该还可以。我们可以抓，应该在起飞前一个小时，到机场就来得及了。好，那现在我其实不太知道他现在拍到哪里，他应该已经拍完圣杰跟菜渣跟 Pierre， 现在应该在拍弟妹，去看一下他状况。哦，嗨，哦嗨，我在拍 Pierre， OK， 好，快结束，快结束。好，这样他其实拍完三个人。弟妹还没拍，鱼竿也还没拍，他好像只要拍这三个。真的吗？他只拍男生破百万的 YouTuber 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女生都不拍？因为没时间了吧？因为女生她其实有一点点，就是对女生性别歧视啊，有一点不好意思，我知道。Sorry， 你不要掉我的话，你这你怎么会这样说呢？林晨在你心目中是这样吗？大家不要，大家就。他刚刚他在吊我的话，他有问你吗？他有已经拍完了吗？有，我们在诺米咖啡厅拍的。哦、OK， 哦，所以他其实只是不想跟你拍而已。对，我想他不觉得你是破百万的 YouTuber。没关系，因为我就是存在感比较低，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也会很开心在做我自己的事。哇塞，那我待会不要载他去机场好了。好，没关系，他走路去这样做。对他走路去了，怎么可以这样？但他也没有问你啊，他问你吗？没有，他说他要在机场问我。对，好，现在已经快要四点了，我们再怎么快要预留15分钟到机场的时间啊，他六点飞机就要起飞了，我们来继续看下去来不来得及。你们在煮什么？我们在煮法式洋葱汤。法式洋葱汤，你看那个洋葱它都已经哇焦掉了。哦，你刚刚在这边炒的就是这个？对，炒快了一个小时，焦糖化的洋葱。那这边的这是什么？这是煎鱼丸。哦，那种干贝是干贝吗？这是干贝，哦，新鲜的干贝，非常短。哇，很期待！我们真的把超市买来的所有材料用得淋漓尽致，哎，没错。好，有人终于拍完了。好，我们结束了。结束了吗？你确定吗？结束。每个人都拿到了。剩你，剩我吗？只剩我。对，只剩我。哦，不是。那弟妹呢？哦，弟妹不算是不是？不是，他说圣杰了。No。弟妹不算，为什么弟妹不算？因为这个，所以不算同一个频道。但弟妹自己的频道也有100万订阅啊。好，那我们瞬间来，请问弟妹，没时间了啦，没时间，现在已经要四点了，你拖这么久，我跟你讲三点半出门。我的飞机是6:15。哦，6:15，不是六点。不是六点 ，OK，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所以多了15分钟。对对对，那我们多了15分，顺便来访问一下弟妹，就会被骂死。哦，顺便是不是？顺便是不是？拜拜，拜拜，弟妹走，弟妹生病，弟妹，你看你这样。凌晨真的很会得罪人，你很幸灾乐祸哦。怎么会这样子呢？哦，这样很不对哦。你们这一群人每个人都幸灾乐祸。没有，我只是听到有鼓励心，我也有掌声的，我有掌声而已。掌声是可以，掌声。弟妹万岁！弟妹棒棒，你最棒！棒棒！来吃吃看这个。电关掉，这个没有开，这是什么？我来。香煎鱼丸。我会有番茄。哦，好酷，其实蛮酷的。哦，所以还是有要拍是吧？
还是老板是吗？没有，我本来就想搬。哦，这样啊？怎么这样？不是，我说会不会来不及啦？没有来不及。我想，如果我没有拍到弟妹，我飞机不坐回去。哎呦，对啊，会讲话。来，我现在在一个加位。关掉。超好吃，超好吃。因为你们也经营 YouTube 这么久，没有要让他收音的意思。他们现在整个一团混乱，大家都在干扰他。我真的觉得我们到不了机场了。你觉得我？好，我们现在顺利的搭上车了。现在的时间是几点？现在是4:23。4:23。对，这边过去其实只要10分钟，差不多。所以是4:30会到，6:15的飞机应该 OK。OK， 因为它是蛮小的机场，所以应该不用到提早2小时到，不会等到太久了。对。然后我想说，既然就是都要在车上嘛，可以顺便做一个那个回忆录，聊一下，顺便聊回忆录，不然会太尴尬，不然太尴尬。好，所以呢，这个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记得？我不记得、欸。你不记得？我真的不记得、欸。但是应该也是什么？要不就是在台湾吧，要不然就是什么会，对 ，YouTube 的是一个什么活动？其实那一次活动是 PressPlay 办的活动，你还记得吗？PressPlay 办一个小小的活动，哦，在一个 bar， 对，在一个 bar，、欸、有印象了。那一天是我同时第一次见到你跟囧星人，哦，我跟他一起去，对，当时的囧星人还在台湾 bar 工作，是，然后那时候我知道你，当然就是你有做那个爆红的太阳花运动的那些解释影片嘛 ，OK， 然后也来自的，对，然后也知道你在台湾，你就是你创办了台湾吧，你创办了其中之一，这样，对，四个人之一这样，对，那次我们好像没有特别就直接说要合作什么，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特别揪了你跟囧星人，是我们三个人拍了一张照，哦，有，我们穿黑色的衣服，对，那时候我想说哇，这个我们三个应该是同类型的创作者，有类似，还拍，你还记得那次吗？我记得，我已经记起来了，对，我已经回忆起那一次，然后我穿着黑色的台湾霸 T 恤，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其实有一个毛病，就是我看到很强的人我会怕，哦，就是像譬如说有一次我在跟瓜吉聊天的时候，我也这样讲。就是我说哎、欸，第一次看到瓜吉，然后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会怕。然后看到你的时候，我也会怕。会怕啊？对，我觉得那时候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因为在那一场同时，白痴公主也有参加，你还记得吗？对，还有谁啊？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有 Rob 了。对 Rob， 对他讲了很多东西。因为他就是 PressPlay 主办的嘛。对，我记忆力蛮差的，所以我也不太记得那时候有谁。那你必须跟我说，哎、欸，有谁？我还说啊，对，有谁？这种感觉，你好像没有在阿迪英文有一支单独的合作，啊、你没有找过我啊，我甚至没有去过你家，你知道吗？我甚至没有在你家签过名，你知道吗？真的假的？没有啊，你没有来过工作室。我每次看到他，找个空位，然后我签谁旁边好了。哎、欸，真的哎，我没有，你没有来过哎。对啊，你没有邀请我，我都不敢过去。哎，怎么？你随时来啊？对，而且我是那种。你会发现我的影片跟别人合作的很少，对，你跟别人合作，我觉得你应该不好意思，对，咬人，真的，你都是大家都已经在那边，你顺便拍一支你的影片，对，我其实不太，你是这个个性的人，对，你真的懂，我真的不太敢，就是，哎、欸，我没办法合作一支什么，我不晓得、欸，哎，就是有这种不好的，就在 YouTube 上面很不吃香的个性，对啦，对吧？2013是我第一支议题影片。2013年，对，然后前面我已经做，我从大学开始做，大概做了11年了。但是就是那时候就是喜欢就放，对，因为一开始没有人教，所以那个坏习惯就一直养成，就是什么就丢，把它当成一个低潮啦。对，就是我对你第一支那支影片，就是议题影片印象真的很深刻。然后你到后来，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你是大学生吧，然后很想要了解太阳花，就是看那支影片。然后河南也就是看你的影片， wow. 然后到后来你创办那个台湾霸，我觉得哇，真的是太适合了，就是你这样子的创作者，然后就其实有点像是更好的包装了你的内容，我那时候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台湾霸更好的包装了你原本很粗糙的一集影片，把它做成很漂亮的动画，让更多人更普遍化，就是刚好遇到其他几位，就是你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专场，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的感觉。对，如果按照时间轴来说的话，我们下一个节点应该是 YouTube 的一起做 YouTube 大使。对，然后我们都是第一批吗？
对啊，2017年的那一批。对，但是我没有跟你同台过。哦，对，我都是跟譬如说囧星人。囧星人对，或者阿神。阿神对，阿神跟阿谦比较常跟他们。啊、哦。对，然后我之前有看你跟啾啾写那一个。对。然后那时候我有去听，虽然那次我不用去。啊、哦。然后最后我们一起吃饭。啊、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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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起吃饭。大食大食的部分。对啊。其实我那时候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心里其实是很矛盾，就是我何德何能、oh. 就你知道，因为我自己觉得差太多了，就是为什么我会变成一个大师来跟，对啊，那时候好像在、啊、那时候创作者比较少，不是我开玩笑，注意安全好不好？但是我觉得是比较少啊，我觉得老实话，那个时候应该是说了解 YouTube 怎么运作的、嗯，然后能够做出来自己独树一格的内容，其实在当时候是一个稀缺的技能。OK， 就大家、okay. 大家不知道怎么开始，就是就连我看到你的影片，我也知道哦，原来可以这样做影片。然后加上，我觉得会不会创作跟会不会分享是两回事。哦，我曾经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比较会告诉别人是，哎、欸，你可以这样做，对，然后或是去分析，哎、欸，你哪里有问题，可是我做不来。就是有点像是教练跟球员的概念，我很像一个就是很老然后不会打球的教练，你知道吗？就是哎、欸，你这边可以放一点笑点、嗯，但我要怎么放，我可能没有不一定会放得很好。你可以给个方向，对对，你可以去启发人，这样就是你会不会投三分球啊？这样投不会吗？就自己投不出来，但这样也是还是可以很扎实的帮助到人，我觉得、嗯，我觉得我们两个个性上在就是帮助别人跟给予协助跟分享。这块应该是差不多、嗯。我其实非常羡慕你，就是这样讲会有点，是有点怪，我自己会觉得有点怪怪。但是我没有办法像你帮助到这么多人。譬如好做一个社会议题影片，我对这东西有兴趣，但是我也很想要让那些不晓得该怎么跟别人对谈的人得到这些资讯之后，他更容易跟别人讨论那种感觉。对。然后或是他的频道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可能比他大一点点啊、嗯，我可以跟他分享，嗯、或是说哎、欸、哪些资源。然后有时候会看到你是哎、欸，你是理事长，我觉得、哦、好羡慕。就是其实可以给予的机会也是很难得的。嗯。那太阳没了，还在喝酒。好，到了。或者说那个，你的是在你要你可以先 check in 吗？对，我感觉有蛮多的呀。等一下看一下。好的，我们到了，成功的准时抵达、嗯，安全。完全安全。你先回去是要工作？对，工作。我接到另外一个工作。好，那我这次就。送凌晨回台湾，然后中间聊了回忆录这样，然后待会他还要再抓我拍最后我的百万的片段嘛，对，所以好，那我们今天这次先到这边，明天见，拜拜。